用你的 YouTube。Hello，大家。晚安，晚安。我听什么歌呢？来听 cute music，还是这个可爱歌，蛮适合我的感觉。cute music，晚安晚安。投票成功，终于！到底为什么之前都没办法成功？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上一次的那个 LINE 图片不是是。放在浪 life 拍的照片吗？我还以为是不是浪 life 太爱那张照片了，所以就不让我换。他说：“你终于放这张了，可喜可贺。”没有，他终于让我换了，谢谢浪 life。晚安，谢谢小阿公的行李箱。Cute music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今天。又是个美好的礼拜三，快要可以放年假喽！我最近真的是很想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的蛮想去海边玩的。但是最近很那个，下雨天，下雨天去海边就不好玩，就是要那种，那种，对，就是那个。不知道是海水还是雨水还是泪水，都我往你的全部身都上，要掉。对，往你身上袭来。反正是很想去海，很想去海边拍底片。谢谢 YC 的幸运四叶草。晚安，晚安。肯定也太远了吧？是有什么时间？你说4天连假嘛？但是连假也是必须得那个的，还是得练习的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到4天的连假。谢谢小阿公的浪漫玫瑰。噔噔噔，真的是蛮羡慕放那种超多，放那种9天连假的大学。是谁啊？是谁放了9天连假？谢谢小阿公的浪漫玩玫瑰。可以呀。睡工程师，天呐！而且我最近才，也不是最近，就是因为我有亲戚是做工程师，然后就会听他分享一些工程师的禁忌，像是不是很常最常听到的应该是电脑上面要放乖乖啊之类的，但是我才知道是有一些很特别的，大家应该没听过，就是如果你要去雇班的前一天，你不能吃披萨。吃披萨、欸，居然不能吃披萨、欸，就是，对，居然不能吃披萨。为什么不能吃披萨？好像是因为那个圆形的食物会很像，是什么 CPU 吗？反正就是那个圆圆的硬体之类的那种碟盘，反正就是不能吃那种圆形食物，吃了就隔天就会出事这样。谢谢老沙的缘分相遇，谢谢 YC 的闪光星星，谢谢方，反正就是不好像，我不知道像什么东西，反正他们就不能吃披萨，不能听应该是可以啦，只是不能把圆形的东西吃掉而已。他就说他之前有一个学长就是不信邪。然后就在上工之前吃一个披萨，然后结果他们的那个厂直接整个爆掉，也不是那种爆炸爆掉，就是那种荡掉那种。谢谢振宇的学渣，就想说天哪，真的是不能不信邪。晚安晚安。草组公演唯八温暖，那你的温暖蛮多的啊，你的温暖蛮还是有8个吧。八个也不错啊，
至少不是唯一。谢谢小阿翁的告白气球，感谢。就是非常邪，很邪的一个。我、哦、还有不能吃什么，但是我忘记了。反正他们的禁忌食物超多的，然后我想说，天哪，完全没吃过凤梨吧？是不是不能吃凤梨？哎，是吗？我忘记了。啊，芒果不能吃芒果，因为会很忙。不能吃芒果之类的，很酷哎，就是一些很邪的东西。凤梨其实好像是芒果，不能吃芒果。谢谢 YC 的行李箱，谢谢科技玉的一封信，然后在刚刚公布了我们 Reset 专辑的一些新资讯，大家可以准备好预购起来，四月二号的时候开始预购。然后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是什么？就是十八首歌。对，十八首歌，大家有 overture 有小酷的，有 overture 哦，十八首歌，然后是应该是初日的版本，所以我是什么？我是逆转的王子殿下，谢谢振宇的行李箱跟新蟹草，多久没有听到我唱王子殿下了？大家是不是可以为了我的王子殿下买一下？Overture， 但是 Overture 不是都是同一个人唱的吗？是吗？ Overture 都是对同一个人唱的，哪一个姐妹团，不管哪个姐妹团都是同一个人唱的样子。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天就换是你，因为那个人可能会烧香、我记得好像有换就是有换一次的样子。是哦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但是也很厉害，可能就是十几年了。只换一次也是蛮强的，不忌讳吃芒果，因为芒果好吃。那么肤浅的理由，芒果好吃就可以吃芒果。想看这的地主殿下，最近应该是机会渺茫啊。晚安，晚安。我的王子殿下还印在你脑海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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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而且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做起来的？这边讲，哎，你是反而这个不行，这没办法平行。哦，真的耶，还行还行。谢谢伟的一封信跟行李箱。整个爆炸，真假的？好。就是真的是不能不信邪。Overture 是现场唱起来，你说有可能在后面啊 ，You're right， 也太强了吧？对哦，对哦，是真的哦。你讲出来了。我以为可以说，因为我想说的都要出专辑，但是没有公布，应该是。大家可能这个这次的打开，大家可能不留，又不留了。应该不，是打扰一下公司，因为你有讲过这件事情。嗯，好，但很棒，是不是？那大家可能要删掉，反正先卡掉前面。卡掉前面。我这边没开始录的。说大家好，晚安，那晚安，小光晚安 ，River 晚安，谢晚安。今天又是一个快乐的直播日，那我们现在播这首歌叫做《Cute Music》。晚安，晚安。邀请没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今天是美好的星期三，那再过几天就可以放连假啦。大家连假有没有什么计划呢？要去哪里玩？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去海边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对，因为你之前问我要不要去。嗯，对。但是最近又下雨。对啊，就想说，虽然说成家，但是我们也没有，就想说，就是下雨去海边就不太好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其实我们也蛮多练习的。嗯。哦，去城南，我看到城南的，因为我去看那个活动，然后有那个
剧本杀哎、欸，要不要去啊？我本来就想，就是想要说可以逛逛。嗯，剧本杀还酷，好是一到四人一组，然后一组是200块。嗯，剧本杀，那感觉很不错。哦，都预约满了哦，抱歉。啊，那真难过，真是令人难过。谢谢史努比的闪光星星。竟然迟到十分钟，对啊，因为刚刚就是有一些事情耽误了，这样子，不好意思，下次会尽量准时一点开。希望大家不管我迟到多久，虽迟但到好吗？还是会来的。人家就想要中了。点，我想问你哈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说？你觉得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？哦，那个开始，那个开始播了，为什么那么突然？这里这个，先关掉。为什么那么突然？他是到刚才才突然跑得动吗？我觉得是啊。太慢了吧？你觉得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？我觉得很快、我觉得茉莉花这首歌。爱如美丽的茉莉花，真是快乐，永远是最美的。谢谢，谢谢小老板浪漫玫瑰。哇哇，赞哦 ！Hello， 大家晚安啊，晚安。现在是8:13，终于换封面，对啊，终于换封面了，对。因为终于没有被挡下，也不是被挡下，就是见两次，不知道什么，就是一直换不了。谢谢 YC 的缘分相遇，跟 TS 的缘分相遇，跟 YC 的缘分相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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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还是第一次啊？不是都是第一次吗？张峰好，谢谢，是那个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 reset 公演。那四月也会有 reset 公演。那如果对这张照片有兴趣的话，有一张照片吸引的话，可以来看。这是我们其中一首歌，叫做《为了明天而接吻而亲吻》。哎，我这个尺子跟刚刚那个尺子不一样哎，这个23又是瘦的。英寸跟那个寸不一样，怎么拐？怎么拐？怎么拐？这样吧，刚觉得赶去公司，什么意思？刚觉得要去公司哦。为什么刚觉得要去公司？是接吻，是接吻。为了明天而接吻，我是亲吻跟接吻一直搞不清楚。去哪捡？哦，你说哪到了吗？到了是不是？你的大连梯。晚安，晚安。对，合照会，而且这次我居然开两部，真是令人惊喜。对，就称呼他为了明天，不错，这个称呼不错，是非常令人惊喜的事情，就是我居然开两部，所以感谢大家之前的。握手会，感谢大家握手会的支持，让我可以成功在合照会开了两部，那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纯酿酱油的掌声鼓励。但是我是想到五好600块，然后就觉得这个750还好。大家懂那个概念吗？就是一首歌600块，然后它有18首歌，然后750，你就会不会突然觉得还好了？这是我的想法。什么意思？怪怪吗？你说里面吗？对啊。还好吧。那就可以吧。还好吧。OK， 可是
买多张还是那几首歌啊？就是本来就是，本来就是不同人唱就是不同歌啦。对啊，而且而且本来就是买你想要的，买专辑附合照卷。重点是专辑。对啊，重点是专辑，当然合照会很重点啦。大家都难赚。大家喜欢看鬼片吗？不喜欢，非常不喜欢。我觉得花钱吓自己，我不喜欢。对，花钱，然后哦，虽然这样可能就是孤单的时候会有觉得有人陪你，但是还是没关系，我觉得就算了，自己一个人也蛮好的。生血是重点，对，这次就是 reset 公演的生血针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而我也忘记我的照片是哪一张了，但是我对于林依云做的照片还历历在目。开两部烦恼两套衣服没有问题的啦，可以再开个许愿池，看大家有特别想跟哪一种类型的衣服或者是哪一套合照。我觉得上身很好看欸，要爆雷没有，因为换了。你还记得林依云最初的那个 reset 专辑的照片？你不是说我？你是说我做了？对，他们知道，我又给他们看。我上面也可以拿出来啊。但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要放，对啊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要封入专辑的。换了照片，换了，已经不一样了，不是这张照片了。林依云，你找不到的话，我可以找我的。那我要找我的林依云出来。我的，你还没撕欸。哦，这可以撕哦，这个要撕开了，我不知道可以撕欸，哪里可以撕？我以为它就是一直那么厚欸。哦，你现在不觉得很适合做一个这样子的超可爱的，这是刘晓晴为他定制的生日礼物，它可以在你手上，可以坐在你的肩膀上。依云宝贝，在你头上，或者是，在你要工作的时候一直看着你，你看他多可爱，虽然他完全没有看，他就是没有看着你，只要你看着他，你就知道他没有在看着你。你看，真的，这一面也可以撕吗？为什么这一面可以啊？可以啊，好难。大家想要看依旧还是依云？依，请转台。掌中的 Aki， 对啊，这个很可爱耶，但是我撕不开这一面。他平常就是一直在我的化妆镜的旁边啊。他在我柜子里面呢，有玻璃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他会一直看着我化妆，每次化妆的时候就会看着林依云。林依云觉得，天哪，我真的撕不开。哎，这个已经很。他知道林依云把他自己放在哪。对，林依云有一个。这多少钱？我忘了，70块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70块，差不多。啊，找到了，可以撕开了，太好了！耶、我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灵印，我一直以为它是那么雾的，没想到原来只是方程，好可爱哦！我获得了一个全新灵印了，清楚的灵印。使用前照片有经过医院同意吗？好像是没有。有啊，他是有吗？我怎么说有问过他可不可以？没有问过公司。他
哦，有啊，他不是公司姐姐都知道吗？公司姐姐，哎，不是姐姐也有一个重点，对啊，对啊，公司姐姐也有，在他的那个办公桌，对啊，而且又没有卖。他放在办公桌那个，对啊，超好笑，超笑。办公桌拿照片的时候已经笑过一次，对。然后笑了之后，然后林玉就随便讲一，我们就随便，好像很适合做立牌。那个坐骨桶，就是可以就在你家里面，就是不是妖怪，但是就是可以带给你幸福的妖怪。好可爱。然后就一直笑，他说可以做一个什么人生立牌，然后因为他生日快到了，我就默默的策划这件事情，超可爱的。团员会想要吗？有时候这个啊，这个团员会不会想要？会啊，会啊，不会吧？装饰品，真的就是装饰品了。没有做这个要有合适的照片，做几个？四个吧，是吗？还是你有多种？这做几个？四个，就是我们两个一个，然后公司姐姐一个，然后林雨一个这样。我的掌中掌上明珠，运宝。大家只做了四个，比披萨梯还要珍贵耶。披萨梯还做蛮多件的哦。对啊，我是在哪？对啊，而且我们问了谁啊？那个解答之书，我们问解答之书要不要开团购，然后他是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可以吧。我们解答之书在这。请问我们的披萨团体应该要开放给成员预购吗？你需要采取主动。对啊，我们要主动。去直接开那个 Google 表单，然后问他要几件，然后直接填那个 size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需要采取主动。谢谢 Julian 的加油！开放粉丝一起团购，我真的是去问过了，但是他说就是要官方出道才可以帮我们出官方周边，但是抱歉，应该是永远不会有这一天。真好可惜哦，应该不会有官方出道，所以也不要好吗？先不要，没关系。不然我真的是去问过了。巴图发一句不，我们是注重我们的著作权的，我们著作权非常重要，玩家著作权。谢谢 Miso 幸运四叶草。这就是那个 Reset 专辑照片的遗珠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其他照片是会多可爱了，非常可爱，大家请多多支持我们的 Reset 专辑。七号宣布 Pizza 是官方出道，不会，你就在官方的脸书发吗？应该是不会。谢谢小阿光的掌声鼓励。还没说会用哪件衣服，我也不知道用哪件衣服啊。那个 reset 专辑这些真有很多衣服。对，谢谢米草行李箱。买了就知道。你有看到吗？超厚，那个叫什么？歌词本很厚，而且里面很蛮可爱的，就是一个可爱的设计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请买，三组一起买，三组不一样。歌词本很厚，应该算厚的吧？很厚啊。对啊。你看我们就照片又有18首歌。对啊。700还不厚？这个就不一定喽。都买的会很头痛，好像也没到，也没有到会头痛的那么厚啦，应该是也没有到会头痛那么厚，就是专辑，对，
正常的专辑，就是对啊 ，EP， 然后哎，这是我们的一专吗？是我们的一专哎，是我们的首张专辑，居然是我们的首张专辑哎，好开心哦！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首张专辑这件事情，居然是我们的一专。这一下子我们就变很多歌喽。对啊，我们突然可以唱很多歌哎。欸，不是可以唱，就是网路上，对啊，而且是18×3哎，没有 overture 应该都一样，还是三组不同成员喊的 overture。Are you ready？ 有人记录这个吗？我是没有去啦，不太清楚。说不定就不是，说不定是其他人。哎，我以为是组长去录，看来不是。KTV 都要上吗？那么棒？会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哇，那你们去唱录制中吗？这中午就录制中，废墟放风，要许多观众产生绿色镜头，多辛苦，多辛苦才把歌词背起来。不知道，凭什么？废墟放风。就是天安老师第一次来看的时候，他过来跟我们说。不好意思，让木子中那么难唱。他自己也知道。辛苦大家，他说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木子中。木子中，好好笑。也不是故意的。是也不能怎样，好像也只能这样。对，也只能这样。中中中中，你说废墟风，中中中中中中中，蛮多都有上的吧？我们的、欸、我们的单曲都有上，基本上。KTV， 嗯，该每一首都有上。我就你中你中中废墟，好像没有到原文书那么厚啦，原文书有点太厚了。真的有快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啊，还先想里面是黑的。你想？但我觉得这样可以啊。因为没有补。对啊，这样没有不行。呜呼，大概是。呜呼，呜呼。就是脱壳的淋浴，这是淋浴，而且有两个淋浴，好烦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对镜面的，没有，他也可以，我知道啊。照镜子，淋浴照镜子，淋浴照镜子，嗯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好可爱啊，好喜欢哦，救命救命，救救我救救我，我的。哦，对，这是脱皮的淋浴，蜕变，脱皮仔，脱皮，脱皮聊，脱皮，脱皮，脱皮议员，脱皮，棒棒棒棒，谢谢后影的加油，加油加油 ，reset 会上数位吗？上次特别棒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知道了之后跟你们说。对，好像没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。我以为会，没关系，我也没有，应该是说我也没想到这个。对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以为会歌厅了，会那个自然而然的就，哎、欸，对我们特别盘没上哎。对，他说哦，对号对号，就是特别盘，是说应该是说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有很多就是可以听的新的歌，就是大家不用来。没有了，还是要来公演，还是要来公演，因为不一样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这是初日啊，不一样、啊，版本不一样。我们人大到不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写 rapper 的难过哎、欸，没事啦，没事，会过的，已经过了。这一盘是那个乌吼乌吼吼的三十几人版本，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听过，救命！我根本没听过，上回有那个特别版，我觉得超级听不出来。就是其实16人版好像也差不多是那样吧，就是合唱的感觉，是合唱感。现在 River 的《浪漫玫瑰》，对啊，我根本没有听过，救命！大家合照了那么多，大家有听过吗？谢谢小阿光的《浪漫玫瑰》，我有听过，为什么？就是公司哦。就是刚出的那一段时间，是哦，居然对，
没有听过，就想说哎、欸、有什么感觉，有不一样吗？啊没有太诚实了，而且我没有把它听完听完。对，谢谢小阿公的浪漫玫瑰，至少你有听，你已经有啦，有觉得我们人很多哦，你赢了一半的成员了应该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听过。reset 特别版全员，你说其实也不是不行吧？全员的 reset 就是大家把心合在一起啊。对，因为反正大家都已经录过了，你们可以就是自己合播三台，对啊，比如就三二一 B， 同时播就没有办法了，哎、欸，就有办法了，可以一次踢三个。谢谢小浪浪漫玫瑰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只有我没听过。我觉得成员们比较对。没有兴趣，因为自己录啊。对，就是我们就已经，对啊，平常就很常听。哎、欸，就像说 reset 专辑，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去听一样，可能会听啊，就是啊练习的时候，就觉得练习就可以听很多次了。你有练习就可以直接播专辑版本了。嗯嗯嗯。不然我到现在都还在播 demo 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我说，你说你都直接播那个，因为不知道从哪里找。就是我最早存的 demo， 所以我就到现在都还在播 demo 的。我 keep song 播完了。I love you, baby。你要听什么？对啊，我要听什么？你要听纯音乐还是歌曲？你要打字吗？啊，要不要听 super？ 对啊， Super 出现在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是我的刘晓晴的推荐歌曲，你来听一下。天哪，纳豆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谢谢夜空 Sky 的浪漫玫瑰。Super 哈 ，Super， 这个超高，你就音吗？嗯。他最近在录影，然后之后那个老师，嗯，配唱的歌都好高，对，是不是配唱，是那个我们平常的录音老师，哎，哦，对，真的都好高，练习的时候，确实，他现在才发现吗？没有，跟我讲了好几次，就是每次录音的时候，偶尔就会跟我讲那个，嗯。那时候衣服可以穿，有啦，你以为我衣服只有五件吗？线也没有那么少吗？哎哎 ，super 哈，谢谢小旺浪漫玫瑰，而且握手会的衣服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吧？这首歌真的是听得会很开心，不会不开心。很符合这个主题。谢谢小阿公的浪漫玫瑰，而且我合照会两部，我有一部已经想好是什么主题了，是一个很酷的主题。因为我这样开始，你这样讲很失礼耶。古装吗？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等时间更近了之后再给大家。正常的主题吗？就是我蛮喜欢的主题啊。等时间近了再跟大家讲。但是还有一部我还没有决定，不是古风，应该不是古风。然后另外一部就看我最近有什么灵感，或者是突然喜欢什么风格，或者是大家有特别想看什么风格。哦哦哦，那就 super。是那书本儿。
在听姚琴唱歌。你很爱 Q 吗？我最近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被 Q。姚琴，安、啊、静小动作，安、啊、静小动作。想先知道那个吧，合照会穿什么衣服，这样大家就可以搭配，是吗？是吧？我说，我妈都说，就你本身穿西装，你要穿什么婚纱吗？我想要看穿西装的男人都很帅。哇！谢谢安西的掌声鼓励。不帅也会看起来很认真，对。就是不是那种哇很酷的，也是那种很认真的。画面的和谐，比如说我穿古装，然后你们穿那个太空人装，未来感，哎、欸，他不要穿一种未来感的感觉，欸、好哎、欸，他穿未来感，他是这种感觉。又搭配问题，因为大家都是永远的圣诞 T 是吗？大家会不会就是每一步穿圣诞 T 的？他们说不定不想想，他们是不想想，不是不想想，大家想一下嘛，拜托。快和谐存在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这样讲？绝对不是的，好吗？这应该不是古装，因为古装上是穿过了，古装上是穿过了。啊，刘晓庆。你知道被彩排的时候有一个超丑的表情，什么表情？就是很丑。然后我就想说救命，好想看哦，所以我正式收了很多。你很想看？对啊，是不是可以啊？可以，好啊。还是其实我看过，我应该没看过。谢谢小阿宝浪漫玫瑰，大家有想要和服吗？和服我是还有一套没有穿过的和服，是黑色的花。哎、欸，这就是那个没有洗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反面穿，好像不错。穿裙子也不太会脏。今天小阿公的浪漫玫瑰。和服有一套大家还没看过的，就是黑黑，我也蛮喜欢那一套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穿，没有机会穿。其实我原本生日会是想要穿那一套，但是因为大家的色系都是偏粉，所以我是跟大家的色系一样，所以我就是还是穿了粉色的。萝莉塔风，很贵耶。对啊，风萝莉塔风啊，风。风是多少钱？一百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可以解决吗？不太风，好。香菜，看什么？池，对。黄色的一条，它好像可以把它粘在一个裙子上。没有，我有是那个。你把这个女生吃干嘛？哎，宝贝。啊，你是叫我吗？他叫我，你在说什么？他刚走过去。他说宝贝耶，度过我。贝耶，宝贝的贝是一个一个字，宝贝。哦，我是宝，我是宝。你是贝，你才是贝，你刚才说你是贝啊？没有，你我是他的宝。小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宝贝只有一个。这一个叫宝贝，一个叫宝贝一，宝贝，宝贝贝宝，算了，我是宝，我是宝，找不到更好的说辞去放过他，只好宣布放弃，直接放弃。谢谢瓜牛的浪漫玫瑰，对啊，小妹仔。我是也可以租租看，或者是。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款式，
大家如果有喜欢款式也可以推荐给我，因为我本人就是对洛丽塔比较没有太多的研究，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好的。但是洛丽塔不是很容易会有那种盗版的问题是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是不是买到就是如果不小心用到盗版就会出事情，所以这件事情要非常的小心。就只能说是洛丽塔疯呀。对，不能说洛丽塔疯。就是这件事情要偏小心。你觉得一个人？我想要听舞会。呜、哦，好像廖晓晴的键盘到底有多大？呜、哦、是呜、哦、不是 U 哦，呜啊 ，U 哦 V U， 不是，另外一个呜。U 啊，你想一下，如果是英文的话，英文的话，哇哦，哦 ，W O W U。Yes， 是何伟慧吴绮慧 ，H U E， 吴绮慧，慧不是 H U E，I I， 那前面是我，空白键，好难呢、哦，空白键，我的啦，哦，你说我的舞会，哇哦。是吗？对 ，yes。D E 是吗 ？yes。我的舞会。哎，你觉得？它的键盘是拼音式的。它在中间。为什么？你是上次看到中间吧？为什么不把它看完？没有吧？它是自己会。为什么不把它看完？小妹，你要走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走？为什么你不要在宿舍睡？我们还是要上学。那里有那个、哦、有浴巾哦，你可以用。我们都有盥洗用具哦。就是里面我的校服。哦，有道理耶，还是你明天早点回家？太早了。大概四点那样。四点钟还没，现在还没开。可以早点说。我现在可以很长。感谢你，我可以跟公司报账。那我暂时不去学校，然后告诉了你什么原因？你觉得是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这看得到吗？我可以。好像是这个哎，这比较熟悉。那你用那个？呀呀，对啊，客厅也可以睡哦。你们觉得房间也可以睡哦？哦，就是那个。好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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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 C 卷专辑终于到了，大概五个月吧，应该是11月还是12月的时候订的，然后现在终于拿到了，就在他跟我说三月底的时候会拿到，真的是三月底耶，天哪，他好准时哦，他超准时的，他真的是三月底送到，然后他有送我一个东西耶。吃看，这是什么？戒指糖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戒指糖，啊，那种的那种吗？那是什么？它融化的那种。哦，这不就是那个吗？好吃，西瓜口味。我有吃过。泰国来的糖果。它就是全泰文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从泰国飞过来的食物。
因为巴士大同他写说 sugar free， 免费的糖。coin， 它是有点凉感，它算是有点凉感糖果。怎么办？它真不见了。怎么不见了？真见。真。哇。哇。嗯。看直播。谢谢 CQMK 带我走。那蛮快的。可粉，这应该不是半年寄来的吧？这个应该是在台湾的那个吧，代购的人送的吧。而且这种糖果不是本来就可以放超爆久吗？超爆久，它应该没有过期吧？但它也没有写那个、欸，它也没有写过期的那个期限。它就是一个凉感糖果，谢谢小阿光的续费，感谢。哎，羊乳片真的很好吃，泰国羊乳片就是吃过最好吃的羊乳片。但是像那个啊，什么来着，全家还是 Seven 也会卖那个全那个泰国的羊乳片，如果有空可以慢慢看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谢谢亚欧梦里的晴天娃娃，感谢。然后呢，我有拍开箱影片，大家可以。啊、哦，原来你在开箱。对啊，我在拍开箱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你是已经开始直播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拍开箱影片。除了泰国哪里还有羊乳片吗？台湾没有吗？那个什么羊妈妈，是吗？台湾不是有个羊妈妈羊乳片吗？就是我很幼稚园的记忆，那种杂货店不是都会卖一种羊妈妈羊乳片，是吗？有这个东西吧？我怎么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有吧？因为我就记得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，小时候很爱吃羊妈妈羊乳片之类的。你有吃过吗？有啊。你看，我有熊妹作证。真的，羊妈妈会送那个什么，有时候他送玩具模型，对，他会送玩具。虽然那个玩具都蛮废的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小时候就是有一种纯真的喜悦，就跟健达出奇。对对对，但是健达出奇蛋玩具比较好一点点。对啊。那个羊妈妈羊肉片的玩具比较废一点，但是因为很好吃，所以没关系。但是那个很久了吧？很久了。对啊，难道是咪丑太年轻没吃过吗？但是熊妹也没吃过，哎、欸，熊妹也吃 过，对啊，熊妹也吃，熊妹那么年轻。小时候就有了，咪丑是不是没童年？是不是没童年？吃到被没收抽屉。怎么被没收？你就那个东西被没收到抽屉吗？我小时候真是很喜欢吃很多，就是那种古早味蛮多好吃的零食，例如韩吉千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吧？这什么？林忆云？这什么？林忆云？这是我们帮林忆云出的周边。真的假的？天哪，好可爱哦！你看小妹是不是会想要啊？啊，如果一个70块你会想买吗？80，80，哦，80，80你会想买吗？就林忆云吗？你想要做你的是不是？他想做我的，他想我的，他说我的。可以啊，那卖100。哎呦，老板老板会做生意了，老板。老板，你不可以这样。老板。太贵了。真是伤人。而且我说，我们第二批的披萨提要卖800块。太贵了，可是这怎么做的啊？而且800块赠送披萨全员明信片，签名明信片，怎么样？谁要？熊妹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他的吗？没有，就是他只想你的啊。你要你800块，800块买，对啊，披萨只能进入王一家的口袋里面。800块披萨的超贵。
他嫌贵耶，他嫌贵耶，不能惹，卖不了了，卖不了。有送那个明信片耶，有送阿姨家明信片，我姨家签名哦，你们家签名耶，我想四个人都有签名，四个人都有签名，然后800块，对啊，我觉得听起来蛮不错的，一个人签名卖900块，四个人签名卖800块，划算吧，蛮划算的，对啊，我们的客群是。是学妹的，是学妹。哎、欸，但我喜欢这个哎、欸，他喜欢这个、欸，可以做个溢价，可以、啊，老板可以做个溢价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有，哎、欸，照片先拿来，溢价你可以放个可爱一点的吗？哦、是你自己选的、哦，可以啊。请问我哪张照片不可爱？可爱哦，对，我告诉你，每张照片都这样子太可爱。对啊，每张照片都可以放的嘛，每张照片都可爱。看老板有没有做溢价，老板去看一下溢价有什么可爱的照片。但你要，但我没有这种做的照片，现拍一张。不用啊，就做一个。他的立牌都，他反而跟我说，这样子很难抠哎、欸哦。你说做的很难抠哦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要往前还是往，就是有点微妙。哦。但他做的蛮好的、欸。对啊，我说你随便抠就好，我根本没有超认真。对，反正就真的是随便。然后，但他抠的很好啊。他抠很好啊。对啊。好可爱。他整，而且他做的也很好。这个店家，谢谢他。他只差，就是如果他的那个哎呦拔不开，那应该就是我的。他就插在这里，他的脚这样插进去。这么打太极，小妹想要我的打太极照吗？打太极照吗？哇，太极照哎、欸，好像还不错哎、欸，太极立牌。哇，你很厉害。我觉得超厉害。这是零开始的。从头。给 Kilo 看好你哦！对，快！别骗高中生，我们没有骗高中生。买了吧？对啊，买了吧。可以。什么可以？这个可以啊。非常可以。很厉害。很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做生意了吧？我抠图也很厉害，现在是算做美术，抠图抠图好像可以，还是我们就为了，为了让王一家出这个，然后特意的为王一家拍一张他坐着的。那其实我星空的错误也有这个姿势，其实我也会姐姐我也会这样，其实我不知道姐姐有没有拍到，但我也有这个姿势。下个月，他说下个月蛮好，可以特地拍一下这张照片，在星空的错误的时候。在我坐下的时候，请特别排我。真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姐姐做出来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。好好笑，好喜欢。这个我就会发出那个可以预购的。好爱，钱给他。对，我就下单。然后好像下单开那个 Google 表单，然后好像很多人会填一样，然后就传给熊妹。对，最后传给他。就直接填要一家指定一家。好闹哦。好可爱哦！天哪。可爱你。我终于得到一家的商品。恭喜你！哎、欸，你要我的 B品明信片吗？我可以送你。我有拿吗？你应该要拿。我应该要拿，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拿，你是不是有？对啊，我有啊，但是你要等我直播完，但你要走了，对吧？爸，再见了。再见，我们有缘在哪？有缘再见了。很快就可以见了。大概在几天后？没错没错。后天啊。后天。应该会见到吧。对啊，周末。对，照片要不要就是拿来做商品用，然后不可以乱拍，光要打足，画质要好。蔡胜姐，拜拜。觉得大家都在看我，那你真是坐到一个好位置。偷看姐姐照片好看吗？有没有不小心看到拍的崩图这样？明信片，但是是 B 品啊！我拿了一堆我的 B 品回来耶，我把玩一下 B 品全部搜刮回家。你知道我 B 品就是拿来，比如说成员生日，然后你不知道送什么，你就自己签明信片，然后送给他。哎、欸，我下次。你的生日是送你的明信片。谢谢你、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多张烧黑的，救命！
是不是很常被拍？没有吧，大家应该都蛮平均的。B 品对，B 品就是被印坏的，就是印刷有问题的照片。拍什么？那个啊，明信片。我真会。什么生日会明信片？哎，生日T明信片之类的。钢姐叫我叫我叫我。王一佳。不是，另外一个。王一佳。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也行。宝贝，你是亲爱的。宝贝跟亲爱的哪个比较亲？是不是亲爱的比较亲？亲爱的，你想一下，你写信也是写亲爱的一家，你看多深。但他有爱耶，宝贝有爱吗？宝贝是他宝。他没有爱啊。我先离开了。他不愿意承认。我想参与你们的。没有爱啊。你们的争执。有爱吗？哎呀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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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新五花气泡，三种惊喜。来听雨爱。救命！你觉得这样子吗？就是这样。哎、欸。什么？你说在上面吗？我觉得还是。你觉得这里可以？这里可以啊，觉得这样蛮好看的。那就这样。我不配。谢谢 Pat 的枫叶。好听。突然，谁唱？等一下，我猜，等一下，我猜一下。它是一个人名吗？是，四个字哦，五个字。不是，那我看一下。它叫做不是花火呀。哦，对啊，是是。好酷、哦，它名字叫不是花火呀。那你觉得太高了？不会啊。我觉得蛮刚好的，但我觉得是不是要多？多一点，嗯，多一点。嗯。即使如我在意，只希望雨人下不停。谢谢 Pat 的枫叶。记得来，好像一个小时。小阿光要交作业吗？小阿光好多作业哦。小阿光交作业吗？雨人下不停，爱的秘密让一直延续。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。对啊，今天一个小时。没有，我们都播一个半小时跟一个小时，但是我上次播了两个小时。爱三连拍，天哪，这个我最拿手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要指定 pose 吗？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够吗？等一下 ，Wink。Wink， 廉价吗？太廉价了。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接下来会上的影片，明天呢会上长高精灵，在抖音，在抖音会上跟李佳丽跟欧同学一起跳长高精灵。然后儿童节也会上影片，明天会有特别，哎，明天星期四，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明天，因为姐说，不知道，可能剪不完。好，那就，但是明天有浪 K 歌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明天有第一集的浪 K 歌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近期在对，最近有很多东西。然后，对，然后明天可能会有特别影片，但是或者是没有，讲跟没讲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明天可能有影片，但也有可能没有。后天
后天就是4月1号，没有没有，是4月的第一天，然后也可能会有特别的影片，也有可能没有，对，也有可能没有，哎，也有可能没有，啊，有吗？披萨出道影片，有吗？啊，有啦，有会有啦。啊，披萨做好影片，大家期待一下好吗？我帮你把刘海做起来了。谢谢。我要跟先预告，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紧急的，我在弄头发，弄完头发就出来了。对。小心，赶快！小心，快！趁这时候，有啦，蛮急的，蛮急的，很急。因为我们要赶在老师来之前。对对对。对老师，对对对，赶在老师来之前把这东西给解决。社长，怕尴尬。对对对，怕尴尬，赶快解决。社长跟我们说，你做个梦。怕我们表演到一半，突然有人走进来。没错。所以4月1号会有，4月1号是披萨的出道纪念影片。然后4月4号会有我自己的儿童节影片，明天官方可能有影片，也可能没有。明天有浪 K 歌，也有可能会，明天会有，明天一定会有，一定会有浪 K 歌。谢谢，然后主持人是李佳丽跟童勋，谢谢柏林 ，yes， 谢谢 CKU MK 的掌声鼓励，跟小光的浪漫玫瑰跟普拉斯的枫叶。我知道他们的歌单，就想出道，我好期待。我也知道怎么样，而且我都跟他们一起练习。我不在，因为他们需要我的手机 ，Android 手机，可以插耳机孔的手机。谢谢阿志的 Kiss 啾啾，好期待。对啊，然后对，然后还有我的开箱影片，有可能。看我什么时候剪好，什么时候就上。哎，也有搞不好，等一下就会上。啊，也不一定。九点了。怎么？你九点发文？对啊。也有可能等一下就会上开箱影片。等一下刘小晴就会发 IG。等一下刘小晴会发 IG， 大家可以去看留言。然后现在 TikTok 上面，我要发现也有我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去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按爱心，就是现在。等一下关播，大家马上去好吗？明天要考 Hello Night， 对，明天直播，晚上明天吗？哦，你改礼拜四哦。对啊，明天要考 Hello Night， 因为礼拜五有事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啊。披萨上浪 K 歌，浪 K 歌的嘉宾好像基本上就是一个人。哎，Hello， 人家用麦克风唱歌。人家哎，不是乐器好吗？不是乐团。谢谢阿俊的 kiss 出出，好的，大家期待一下。曹总以后会有退场抖音吗？这个就交给音组就好，没有关系。他可能有进场。对，以后是进场抖音。穿成光荣姐姐把 Puzzles 页面换成 Pieces， 哎，愚人节，现实情况有办法发生吗？应该是不会。哎，已经9点了。但是如果有的话也是蛮特别的，好像可以，不会，应该没办法，这个事情有点大，而且还要重做一个网页，我觉得姐姐应该不会那么想要爆肝。好的，大家再见。哦，还没念排名，第一名是小帮口 Catherine， 谢谢。对啊，九点了，我们再随便播一个音乐吧，《大声钻石》如何？好像不错。好诶。不理智，追逐奔跑的巴士。第一名是小方口开的对手，谢谢小方口开的对手。第二名是 Kilo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Kilo 口开的对手。第三名是 Rubber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Rubber 口开的对手。第四名是振宇口开的对手，谢谢振宇口开的对手。第五名是韦口开的对手，谢谢韦口开的对手。第六名是 YC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YC 口开的对手。第七名是 Miso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Miso 口开的对手。第八名是 CQMK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CQMK 口开的对手。第九名是科技玉口开的对手，谢谢科技玉口开的对手。第十名是瓜牛口开的对手，谢谢瓜牛口开的对手。第十一名是 Pat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Pat 口开的对手。第十二名是普拉斯口开的对手，谢谢普拉斯口开的对手。第十三名是夜空 Sky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夜空 Sky 口开的对手。第十四名是 Julian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Julian 口开的对手。第十五名是 Hoin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 Hoin 口开的对手，谢谢。
带起的，给你呀带起的，奔跑向前不再停歇。带起的，自爆带起的，我也不会停下。无法正常表达，直面自我，大声喊出太阳梦的。拜拜拜拜，下礼拜的直播时间大家就在看我们的官方网站。Yes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说晚安。九点交饭晚安 ，Plus 交饭晚安 ，YC 交饭晚安，老曹交饭晚安 ，Kano 交饭晚安，小黄交饭晚安 ，Miso 交饭晚安 ，Kex 交饭晚安，乌宇交饭晚安 ，CKMK 交饭晚安，九点交饭晚安，谢谢九点的神秘礼盒蝙蝠，玉交饭晚安 ，Gag 交饭晚安，酱交饭晚安，毛巾哥交饭晚安 ，YC 交饭晚安 ，River 交饭晚安，鬼子交饭晚安 ，Pat 交饭晚安，有个交饭晚安，钱交饭晚安，谢谢的闪光星星，让我们让玉宇跟大家道晚安。大家拜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7月2号有 reset 专辑，然后还有一堆影片，大家记得留言按。